立委，民进党的立委赵天麟，好，惊爆这个外遇，在空中呢喇叽哈陆籍的小三，那么网友就酸说啊，他真的超越了王八千。我们带大家来看到，这是根据呢一传媒的报道，今日收到了超过30张赵天麟跟一名女子的亲密照，哈，不是他的太太丁丁哦。那这个地点呢是包括在哪里哦？摩天轮、海边，还有饭店的房间等等，显示两个人有多次的出游，而且关系蛮不普通的，蛮亲密的一些照片，好，还蛮浪漫的，好，去了摩天轮，也去了海边。那这个绯闻曝光之后呢，赵天麟他也亲上火线来回应哦，深夜55字的一个忏悔文，他说这是过去的事情，那这个妻子早就知道了，而且也获得妻子的原谅。好，那么可是他没有提到说是否要退选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到脸书粉专郑克爽呢，就来酸说啊，真的是超越了王八千哈，王定宇喜迎赵十指这个部分，应该是因为呢，哦，他们有秀出有点十指相扣的这个画面。好，那他继续酸说呢，民进党是在为了台湾的少子化努力打拼吗？上周呢，赖清德才来力挺赵天麟的，好，说他是护国立委，这周哎就来博版面了。好，那我们看到了。这是PO出了相关的画面，包括呢这个应该是去运动啊跑步等等，好，有这样子非常的亲密，这要解释说是一般的朋友应该太难解释了。好，还有在摩天轮上面的亲吻脸颊，甚至还秀出这个戒指嘛，好，疑似是送的戒指哦，所以呢有秀出这样十指紧扣的一个画面。好，网友这样酸说，实现了前高雄市长韩国瑜提出的爱情摩天轮，好，真的这个产业链都在上面出现了。那我们来继续看到了跟小三有多张的亲密照流出来。好，婚外爆出跟神秘女子交换体液，好，这个信赖台湾变成的这个信，信赖性别的信。那我们刚刚看到的在摩天轮上面啊，还有等等去运动啊，还有其实很多的照片啦，包括他们可能有在房间，因为他们对着镜子拍嘛，那后面就是有床啊等等。好，这个脸书粉专韩黑父母不崩溃，就说对方呢是一名中国籍的女子，哦，C 姓女子，原来啊民进党天天都想跟对岸交换铁叶吗？好，那网友说民进党的男人不意外，哦，反中是工作，哦，反中呢平常喊得很大声，但是舔中，好，有人说亲中，哦，才是生活。那其实呢大家就在讲说这个到底是发生在什么时候。好，因为呢这个赵天麟，哦，跟他的妻子照理来说是结婚了16年，那我们回推，哦，应该就是2007年的时候。那可是呢他们的秀出的这张照片，他有穿了一件当时可能参加路跑的衣服，上面是2011年的字样，所以显示好这个拍照应该就是在婚后发生的，那么可能就是爆出了婚外情。小三的身份呢，好，他是1987年民国76年次出生的，哦，跟赵天麟认识已经有将近10年了，他是大陆籍的。2018年呢曾经借着医美的名义来台，那据说，哦，为了讨女方的欢心，哦，赵天麟还赠送给他不少的礼物，是不是包括刚刚看到的那一枚戒指等等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到，哦，这一起的这个意外外遇的曝光。好，我们看到啊护国立委崩坏了，变成亲中了，这个亲是 kiss 啊，亲中立委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到，哦，这个是在15号的时候呢，赖清德南下到高雄去，哦，这个他的这个竞总的成立大会，那当时呢还大赞赵天麟，哦，是护国立委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往后面看下去，哦，在18号的时候，好，爆出了这个赵天麟在中山大学教育所的论文，硕士论文涉嫌抄袭，而且相似度高达42%。那么中山大学校方这边的回应呢，是接获了检举，在时限之内会来完成审定。好，一连串呢，哦，到了这个昨天爆出了外遇的疑云。好，那我们看到。台北市议员徐巧芯呢，就来酸说，捍卫两岸一家亲好的自由，赵天麟一定办得到。好，他说国会过半真的很重要。那这位呢，就是好他的原配丁丁。好，其实呢，他们平常哦，很常在脸书上面放闪啊，而且这个他们有3个小朋友嘛。
就是也塑造他的爱妻顾家的这个形象。那已经结婚16年了，那如今看到这个形象破功。好，他说错误的往事哦让太太难过，那他表示歉意，报道内容他都知情，他都知道，已经获得太太的原谅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到网友这位高雄林小姐说，韩国瑜、柯文哲、赖清德的交代天麟都做到了。好，就是韩国瑜那时候说我们要架一个爱情摩天轮，好，柯文哲说两岸一家亲，好，那赖清德也说两岸是朋友。好，这个部分赖清德都做到了。网友就说啊，原来委员是真正的亲中，哎，好，用嘴巴亲中国籍的女子，用肉体抗中保台，委员辛苦了。好，那党内人士其实也担心说，因为也会影响到可能选情的部分，所以呢，那时候他还没有出来说明的时候，他说希望等他自己说清楚，那希望可以减轻伤害。那我们来看到，我目前呢，赵天麟他就是要寻求连任嘛，好，高雄的第六选区。可是呢，泛绿的分裂是不是也牵动了选情呢？好，他在2020年的时候得票率是52.94%哦，128,000多票来当选的。那么到了2024，现在泛绿的双雄相争，好，不止他要选，包括独派大佬这个席勒岛联盟的主席郭贝鸿也要来参选，等于指导他的票仓。那对手呢，包括国民党籍的哈这个国民党啦，国民党的这个陈美雅哈，目前呢是市议员。那他在2020的得票率呢是38.17%，拿到了92,000多票哦，其实也表现得不俗。那么这一次呢，赵天麟爆出了这样的外遇事件，是不是也可能会重伤呢？好，让大家要继续看下去了。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我吃了2-3天，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，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，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。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，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，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相当强大。你知道吗？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称它是神仙的礼物。1000篇的国际研究证实，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，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健康没负担。每日克斐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feel good，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，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。